It's Razor Pop La! Before K-pop, there was K-drama. In fact, Korean dramas such as Autumn in My Heart and Winter Sonata have been argued to have created the Korean wave across Asia. And once it was Bae Yong-joon, Song Seung-hon, Jang Dong-gon, and Lee Byung-hon who were hailed as Korea's four heavenly kings. These were the men who led the K-wave then, but who would make the cut as the new four heavenly kings now? 我在想黎明高是不可以讲说不是的，他是因为《花样男子》嘛，对吗？那么不过他，我觉得他最近在拍那个都是猎人哦，是暂时好像进了，比较静下来了。OK，那我觉得现在风头比较健的，我所感受到看到的应该是张根硕吧。那么张根硕是因为那个原来是美男嘛，原来是美男，在日本的那个富士电视台的收视率是第一，加上他有到处巡演啊，包括我们新加坡站啊，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的知名度就更高了，他们叫他韩流小天王啦。另外一个。 是金贤重啊，刚刚来新加坡的那个金贤重，应该是没有人会怀疑的了，因为金贤重他单单他为那个广告代言都已经听说是什么4000多万台币啊，什么据说他的价码是那些最年轻一辈里面最高的一个，加上他又是裴永俊的徒弟嘛，当然裴永俊会有很好一套方法，怎么样让他 push 到他的经营他这个艺人呢、啊？ 还有一位呢，就是很年轻的，就是我看到他也是有公主攻日本的，叫金范。金范当然也就是跟李敏镐一起演《花样男子》的，演Simon的那一位。这样子，我发现新一代未必会像老一辈的这样的，老是有人种 cancer 啦，或者是有兄妹不能相爱啦，这种情况好像比较没有。他们都是比较走一些活泼啦，比较青春剧，比较梦幻，比较减压的。所以我刚才讲的那四位哦，我印象中好像没有谁是真的很悲情的嘞。啊，张根硕是非常奔放活泼，而且比较 比较妖媚，比较百变一点点的，像金贤重是那种很白马王子，我跟没有了解过白马王子，那么也比较一点忧郁，那么也其实也可以很活泼，那舞也跳得很好的哈，S501。那金范就比较彬彬有礼，那么也孩子气比较重一点点。像如果你说李敏镐呢，他摆出来就是那种 好像就是高大笔挺的白马王子，但总的来讲，他们四个都不像那四个所谓的老天王的那感觉了，都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不是那个气氛了。But these leading men shouldn't rest on their laurels, because this list may not stay the same next year, thanks to the number of new stars emerging. 最近有好像新的出来咯，面包王的收视率很高，所以那个里面有个男主角，那么他们因为他的收视率很高，所以他 暂时目前为止，我看到是他在韩国的人气，他在韩国的收视率，但是暂时还没有看到他的什么巡演呢。如果巡演的话，不晓得又会开拓出另外一个所谓的怎么讲，就是四小天王的那个转换一位嘛。因为我都说他们这票年轻人的那个新陈代谢是很快的，起得快，跌得很快。 另外一个就是我另外一个可爱的同事最近很蛮欣赏的，就是说宋仲基，因为是陈军馆绯闻。那么那位宋仲基呢，也就快来了。所以来新加坡的话，我们就可以测验出来，在新加坡的人气是不是又已经可以达到可以列入为韩流小天王的那个位置了。在韩国当地又不一样，是好像有那个我的女友是九尾狐的那个 李胜基，他其实在当地有一个叫国民弟弟的称号，然后他的广告代言是很多的，然后最近那部我的女友是九尾狐，其实收视也不错的，加上他还有两三个综艺节目在收，所以他整个曝光率，你说他是小天王吗？其实可以算是。Next, we find out who are the new heavenly queens of K-dramas. Don't go away.